如果我今天去北海，我到底可以买什么东西啊？是只能买吃的吗？还是说我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家去做纪念？北韩明信片长什么样子呢？通常都是政治的标语，然后内容通常就是军人跟武器。明信片的价格差不多是10块到12块。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东西，它的包装是一个青绿色的样子，然后打开来，你会看到三个小罐子。这个东西据说在北韩的男性间也很受欢迎。女生每天晚上几乎都会敷的面膜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春香牌面膜。那这几乎是所有的北韩女性每天晚上都会使用的东西，春香牌化妆水。那春香牌化妆水有分两种款式，一种是里面有放人参的，一种是没有的。那现场这个是没有放人参的，闻起来淡淡的，淡淡的有一股清香。那刚才介绍完这么多东西，就是大家有没有兴趣啊？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。那除非你自己去一趟北韩，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。